欢迎大家。今日咧系好重要嘅节日，就系三八妇女节啦。咁咧，首先咧就祝各位嘅妈妈、嫲嫲、婆婆、姨姨、妹妹咧系妇女节快乐先。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收睇今个星期五嘅 D 一百讲爸妈讲爸妈节目啦。我系正向亲戚教练 Chloe 妈妈。啊，咁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啦，我哋嘅节目咧就系会请啲唔同行业嘅爸爸妈妈咧上嚟做一啲分享啦，分享佢哋嘅亲戚日常啦。咁咧，今集咧我就请到我身边呢位好成功嘅爸爸。咁咧，佢就系从事保险业务嘅 Billy。咁 Billy， 欢迎你先，多谢你上嚟。欢迎妈妈。系啦，咁咧就 Billy 咧系一位好繁忙嘅爸爸嚟嘅。咁除咗佢喺保险业里边咧系好有经验之外啦，咁咧佢平时咧都活跃喺各类嘅团体啦，咁啊又会去上课程啦，又会做义工啦，咁啊非常繁忙。咁而太太咧都系一个生意嘅老板，咁啊九岁嘅仔仔咧就喺一个军校啊，喺个直资学校嗰度咧系就读嘅四年班嘅，系啦。咁咧所以今日咧就请到啊 Billy 上嚟咧讲下点样佢哋咁繁忙嘅双职家庭咧都可以咧系做到小朋友咧。又關係好，而且成績好喎。以我所知咧，小朋友最近係攞咗第一名嘅，咁所以恭喜你曬先。好多謝曬區兒媽媽嘅邀請啦。咁啊，首先咧，我或者請阿 Billy 咧介紹一下你自己屋企嘅情況啊。咁啊，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咁啊，屋企咧，咁啊，我一個小朋友啦，今年就九歲嘅。咁啊，對上咧，平時咧照顧小朋友咧，就由公公婆婆去照顧小朋友。咁所以一至五咧，小朋友都喺公公婆婆屋企咧居住嘅。咁禮拜六日咧就會翻嚟我哋即係我哋嘅屋企裏邊啦。咁啊，一齊享受生活啦。咁我自己形容我有四個角色嘅，除咗父母之外啦，咁我其實咧都係人哋嘅仔女嚟嘅，因為對上我都要照顧父母啦。咁啊，頭先 Coir 媽媽介紹得好好啊。咁我自己事業上啦。咁喺保險裏面咧，我要做見客啦，同埋要做一啲管理嘅工作嘅。咁除此之外咧，商會咧我自己入咗商會裏面已經13年嘅啦。咁我都要做啲培訓嘅工作。咁義工咧都做咗17年嘅啦。所以喺我人生裏面咧，主要有四個唔同嘅角色啦，同埋範疇嘅。咁除此之外，我自己又好中意學習啦。每年我都會揀一啲課程啊，或者一啲項目去進修嘅。非常之好啊！咁大家咪觉得呢位爸爸真系应该系好忙碌噶？佢啲时间点样分配？点样可以做到小朋友又关系好又读书好咧？真系非常之一阵间我哋一起去发掘一下。咁啊，我知道咧 ，Billy 咧曾经都报读过一啲嘅教养孩子嘅课程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同阿 Billy 爸爸嘅访问嘅时候咧，我都会跟住Chloe 妈妈嘅正向亲戚 Easily 嘅框架咧，就做一啲嘅提问，咁啊一齐发掘一下，咦有啲咩咧，我哋听众嘅家长咧可以学习到。咁不过咧，开始之前咧，我又提下大家啦。咁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一个嘅节目嘅投票，就系咧去投下一次节目咧，下个礼拜嘅节目咧讲咩题目嘅。咁我哋咧嗰个 slide 咧同埋嗰个题目咧就将会摆喺我哋节目嘅最后嘅时候会同大家分享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嗰个留言区嗰度咧，我哋都会黐住嗰个题目。咁大家一二三到时就系留言区度讲俾我哋知你中意听一定系二定系三或者三条都中意。咁你都可以喺嗰度咧让我哋知道咧咁。Chloe 媽媽咧，下個禮拜咧就會為大家準備噶啦。好，咁啊，翻翻嚟呢度啦。咁咧，第一條問題啦，準備好未先？好，準備好啦 ，Chloe 媽媽。係啦，咁啦，我想知道啦。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話人咧係情緒嘅動物啦。咁啊，小朋友更加之係情緒嘅動物啦。有冇啲咩情景咧？你可以分享下就係小朋友有情緒，但我哋又想佢做一啲事情。咁你当刻点样去处理嗰个情景啊？令到佢又可以做到我哋想去做嘅嘢。举个例子，好似上个礼拜咁啊，我仔仔咧就想去打机啦，即系去舅父屋企玩游戏机。咁但系咧之前咧就应承咗妈妈咧要需要练琴。咁我练完琴咧就可以去舅父屋企打机啦。但系嗰刻咧佢又唔想去练，因为佢想快啲去玩啊嘛。咁啊，当时嘅情绪就话啊，我要去玩。咁咧点样去处理当时嘅情景咧？咁首先咧就会同佢解释翻啦，啊咩承诺咧就是、啊当时你应承咗做完呢样嘢之后，你嘅小甜头咧就可以去玩啊嘛，系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就令到情绪放低个情绪先啦。我哋都系讲翻嗰个道理啊，同埋之前嘅应承咗嘅嘢。咁佢明白咗之后咧，咁咧佢就愿意去翻个琴面前里边咧开始练习啦。但练嘅过程里边咧都系有少少不忿气嘅。系啦，你会特登去快啲啦，特登去弹错音啦，或者因为情绪底下里面咧都冇咁好表现嘅。咁嘅时候咧，又要第二次同佢讲啦，如果你真系唔想练嘅，咁不如唔好练啦。但系同时之间都冇得去玩嘅。啊哈，系啦，系啊，系啊，系啦。咁嘅时候咧，佢就开始认真
去彈好每一首歌裏面有重點嘅嘢啦。我又想拆解一下咧，就係頭先你講話第一次你講到佢會 calm down， 肯願意去個琴嘅前面嘅時候咧，你做咗啲咩令佢 calm down 咧？令佢冷靜落嚟咧，即係情緒裏邊冷靜。首先嚟一張琴凳先啦，去張張台，去張張凳個坐低先。哦，係啦。咁第二樣嘢咧，佢喺度喊緊啊嘛，咁我俾張紙巾佢抹眼淚啦。係。係啦，令到佢離開個場景先。嗯。係啦，咁啊先係啦，場景令到佢有咁嘅情緒出現啊嘛。咁啊，解決咗第一個狀況。O、okay, K， 即係轉換場景，等個身體誒嗰個情況、情緒都會隨即係個環境轉變而去轉有一個轉變。O K， 咁跟住就可以就鬆開咗少少，就開始同佢講嘢咯。嗯，就同佢講講頭先你講嘅承諾啊，各樣嘢。係啦，但係小朋友咧，其實嗰刻咧對承諾咧未必太聽得明，因為佢仲喺心情裏邊去玩啊嘛。嗯。係啦，但係佢知道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冇得去玩嘅時候咧。佢為咗玩咧，佢都唉好不甘情願咧，都會坐翻個琴凳度。但係頭先提過啦，去到嘅時候佢表現其實都唔係一個正常，佢要練習嘅表現嚟噶嘛。嗯，咁之後佢就知道都真係要去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個自然後果就係、是、OK， 咁唔彈都冇所謂㗎，咁咪唔去咯。係啦，冇錯啦。嚇、啊，哇，好好啊呢、這個。好，咁我下一個問題咧，就問一下咧，就係、是、平時咧，你會用啲咩方法去帶領小朋友去做我哋想佢做嘅嘢，例如練琴。其中一樣啦，又或者準時俾心機做好曬啲功課係另一樣啦，又或者咧起身我唔知屋企會唔會要求小朋友自己要摺被啊，或者係屋企嘅嘢用完要有手尾啊呢啲咁樣嘅我哋大人覺得期望小朋友應該做得到嘅一啲嘅所謂嘅好行為。要做少啲嗰啲曳嘅嘢或者唔好嘅嘢，例如可能係冇手尾啦，或者可能係冇禮貌啦等等。你用咩方法去鼓励到佢，让佢知道呢啲嘢要点样做咧？呢、這个好多时候都系啲生活细节嘅嘢嘅。咁啊，可能今朝嚟之前啦，咁啊，小朋友咁啊，刷完牙，咁啊就将支牙刷咧就摆洗手盆侧边张台度。咁咧，妈妈就闹佢啦，牙刷应该放翻喺原有位置嘅。之前咧已经教咗一次噶啦，如果你冇做到的时候咧，就要罚佢一封利是。要罚佢钱嘅喎，哇，几高成本嘅我都系啊，咁啊当时又喊啦，妈妈我唔敢啦，我以后都唔制噶，我唔会咁样噶啦，系啦，咁我都问个妈妈啊，点解要咁样同小朋友沟通或者相处咧？因为如果我今日明知佢呢个习惯系唔好，我冇教佢，佢三十岁四十岁将来佢都会有咁嘅习惯，所以由细到大嘅时候，如果我哋教佢一个好嘅习惯嘅时候，佢将来咧就会识分辨咩叫合适同唔合适，咩叫啱，咩叫错。嗯，即系佢会内化咗嗰个习惯啦，成为咗必定会做嘅事，就自自然就会做出嚟噶啦，咁样样。嗯，冇错啦。所以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哋会睇佢生活细节，有啲其实系自己换衫啊，刷牙、洗面啊，咁呢啲系好正常嘅状况。但系原来对我小朋友嚟讲咧，系需要学习同埋一步步一步步咁样去教育佢哋。哎呀，非常之同意你。我哋咧好多时同小朋友有阵时，尤其是有几个小朋友嗰啲啦，你屋企一个小朋友就唔同啦。我哋有几个小朋友嗰啲咧，有阵时会好似我自己嘅 case 咧，阿哥哥咧同家姐咧系差一年大半，差唔多两年嘅。咁我有印象咧，就系佢哋几岁嘅时候咧，我有啲时候会犯咗一个情况，就系、是、我会要求佢哋两个咧系做同样嘅嘢嘅，即系我会对哥哥嘅要求觉得阿妹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可能是課即是容易去 handle 啦，即是費事分兩個準則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後屘回想翻咧，有啲時候咁妹妹一定係會比哥哥做得差嘅喎，每次都咁咪等於係我設定咗佢每次都係俾人哋不如咯。咁所以其實咧，我自己而家我就會同啲家長去分享，就係唔同嘅年紀咧都有唔同嘅嘅帶領嘅方法啦。咁要適當翻去佢自己年紀啦。咁所以頭先你講緊話小朋友嗰陣時，我覺得大人啲好 automatic 會自然會做嘅嘢咧，就覺得其實應該就 suppose 應該識噶，係咪？咁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嘅，原來小朋友真係要需要我哋講先知。有好多嘢我哋叫做有一個講法叫做我哋無意識地懂得啊嘛。是不是有些是无意识地不懂得，或者是有意识地懂得，或者有意识地不懂得，是不是类似这样啦。咁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我们学了太久之前学了的东西，现在不懂得讲出来怎样做。例如我想问你，如果你要告诉人知踩单车是怎踩的，用嘴巴去讲，你讲不讲到可以写到同讲到都得嘅，但最重要咧要学到咧就要体验识嘅，即系要自己落场去踩先得嘅，系啦。
咁但係我教小朋友學一樣嘢嘅時候咧，係一步步啊，例如你可能要租單車啊，買部單車先啦，之後咧你手放邊度，腳放邊度啦，佢一步步知道啦，原來咁樣咧為之叫安全。啊，各方面嘅嘢，佢踩嘅时候咧，就开始自己身体有个肌肉嘅习惯，哦，原来系咁样会平衡咁样去踩嘅。即系所以你会将个要俾小朋友嘅咧，系 break down 咗，变咗细嘅部分咧，细嘅步骤，系让佢可以 pick up 到。吓，系啦，有啲诶新教啊，潜移默化咁啦，系啦，咁样呢个非常之好。咁啊，我记得我知道有一啲好叻读书嘅人咧，但其实佢哋教人系唔叻嘅，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可能佢已经系太耐之前学识咗呢一样嘢，其实佢已经唔知道当阵时，当佢学嗰阵时，佢经历啲咩嘅困难或者咩棘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做家长就有时回想翻，啊，当嚟我哋去学呢一样嘢嘅时候，可能其实我系经历啲咩嘢，先去知道原来我学识接起有啲咩步骤嘅，咁我哋咁拆解翻嚟教翻啲小朋友。好，咁啊呢个非常好啦，咁我又问下一个咯，就系咧关于Easy Lead里边嘅 S 嘅，就系 setting up for success， 即系我哋叫成功嘅设定啊，我哋家长要做啲咩成功嘅设定，系让小朋友系容易做到我哋想佢嘅要求嘅，咁啊例如呢、这个关于呢、这个。定界线啊、规矩啊呢啲，咁我想请问阿 Billy， 你哋屋企咧有冇啲咩家规啊？系个家规系讲到明噶，定还是系嗰啲不明文规定嚟噶咧？我哋就冇白纸黑字写嘅，但有啲乜嘢系我哋屋企里边由佢出世到而家咧 keep 住都有嘅一啲行为或者习惯咧，就各时各节啊，我哋都会同我自己父母啦、太太嘅父母里边咧都会一齐食饭嘅。咁我哋好重视中国人传统里边一啲家庭嘅聚会。因为我要由细到大俾佢体验到，哦，原来咧家人系我哋最重要嘅亲人嚟嘅。咁呢个就系令佢养成咗啊，呢个就系佢习惯啦。另外咧，婆婆因为佢长期喺婆婆嗰度居住啦，咁婆婆要求佢九点半前咧就要瞓觉噶啦。咁咧呢样嘢就慢慢由佢细到大，哦，爸爸要瞓啊，九点半啊，咁佢就已经习惯咗呢个时间就要休息啦。系啦，咁呢啲就系慢慢透过生活里边嘅体验啊，潜移默化。咁令到咧，佢而家養成咗咁嘅習慣咯。咁就算禮拜六喺即系同爸爸媽媽一齊住嘅時候，禮拜六晚上都係佢會話我要睇930咁樣啊，定還是佢我要睇 Netflix 咁樣唔瞓覺住會點咧？大概最遲都係10:00嘅，係啦。有時可能會出咗街啊、食飯啊、玩嘢做啊，咁會晏少少嘅。咁我哋都會明白，可能大家都出咗去啦，個交通時間啊各方面都會晏少少嘅，係啦。但佢都有自制嘅，但係知道某個時間就要休息噶啦。咁好好啊！我祝阿小朋友咧，即系阿仔仔咧，即系嚟紧去到中学嘅之前咧，都仲可以 keep 住呢个事，因为香港嘅中学生咧，其实瞓得好少，就算小学高小五六年班咧，好多都瞓得好少。而你小朋友可以 keep 到九点半就瞓觉，我觉得实在太美好啦呢件事，唔怪之成绩好。好，咁咧，但系我就想问一下咧，有时有啲嗱，呢个就系关于生活习惯上点样去同佢定到啦。咁亦都因为有阿婆婆好，真系好身体力行同佢做，每晚都系准时九点半同佢安排要瞓觉嘅嘢。因为如果大人自己冇做到嘅时候咧，就可能都会甩漏咗噶嘛嗰啲习惯。咁啊，有啲乜嘢系底线啊，即系对于做事嘅要求啊，做人处事嘅一啲东西啊，系你哋觉得要求小朋友要做。头先除咗讲话即系好明显睇到嘅就系话同要同长辈食饭啊呢啲啦。咁但系日常生活里边一啲同价值观有关嘅，有冇一啲你哋觉得呢、这个喺屋企里边系呢样嘢系唔可以咁样做嘅，或者即系边啲系你哋觉得我接受到或者我接受唔到嘅？你会点样样去营运呢方面嘅设定咧？举个例子，例如我小朋友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就答应咗佢啊，嗰日咧要送佢翻学嘅。咁最后咧就我唔知醒冇送到翻学喎。咁佢就喺楼下里边啦，婆婆拱婆婆送翻咧就喺度喊啦。爸爸答应咗我话送我翻学，我要等埋佢。幼稚园应该系四五岁之间啦，应该系。咁一定喊啦，唔一定喊。喊嘅时候咧，咁啊拱婆婆话唔得啦，迟到啦，一定要去翻学啦。咁喊住咁样带咗佢翻学啦。咁咧我又收到电话啦，但系当时我未瞓醒啊嘛。咁听咗留言之后咧，咁当然拱婆婆就责怪我啦。啊，你应承你以后咧做唔到嘅嘢就唔好应承小朋友。如果你应承咗，你就要去做。哇，当时我一瞓醒好内疚，即刻刷牙换衫啊。咁我做咗啲乜嘢咧？
咁咧我就揸車啦，去到學校裏邊咧，咁嗰時上緊堂噶啦。係。咁我同老師講啦，可唔可以請我小朋友出嚟啊？我有嘢想同佢講。咁好嘅，我老師點解可以咁好咁樣做嘅？係啦，咁啊當時咧，我喺自己工作上嘅卡片啦。嗯。咁你知道男士嘅卡片係代表一個身份位置啦，或者一個專業啦。嘅時候，我喺卡片裏邊咧就寫一個道歉卡。咁啊，對唔住啊，仔仔，我應承咗嘢冇做，你可唔可以原諒我啊？咁咧，老師就帶咗我仔仔出嚟啦。咁我就親手咧將張卡俾咗佢。咁啊，俾佢嘅時候咧，佢又唔好知咩事啦。咁我仔唔好意思啊，我應承咗冇做，你可唔可以原諒我啊？咁咧，佢應該未喊完，因為見到嗰啲眼淚嗰啲痕跡仲喺塊面。即係仲係啱啱開始上堂冇耐嘅。上堂冇幾耐啦。咁咧，佢就我原諒你啦。咁我嗰时先释怀得到，如果唔系咧，我相信我都会好内疚。哇！我要鼓掌，我觉得呢个爸爸好犀利，点解会即其实即时谂到要做呢个咁嘅事情嘅，即系去修补呢件事情咯。因为我觉得呢样系一个身教嚟嘅，有时我大人都会做错嘅，有时小朋友做错嘅时候咧，好多时就会责怪佢啊，点解你做错点点点，你点解唔守承诺？但系如果我哋大人做错咗都唔识学识道歉嘅时候咧。其实小朋友大个都唔学识道歉嘅，咁呢个过程，我冇刻意去谂呢样嘢，我觉得嗰刻我系好想去做呢样嘢，嗰刻个反应就系，我就想去做呢样嘢，咁我就去咗做啦。系啦，人又上紧堂，点可以冲个家长入去？我觉得好奇怪。我咪佢出嚟嘅，又唔使，我冇去到个幼稚园个课室，佢系班主任带佢出嚟。O K， 咁我想问啊，当时有冇同个班主任讲点解要搵阿仔仔嘅？佢都冇特别话有啲嘢攞俾佢咯。哦，咁都好好，可能佢见到仔仔都系即系知道仔仔都系未喊完个样咧，就是、咦，好似有啲事、啊。好似有啲需要幫手啊咁樣樣，於是佢就都會好配合啊，請個仔仔出嚟。咁但我又想知道咧，你當時點樣？譬如仔仔出嚟嘅時候，見到你嘅時候，佢係咩反應啊？你好愕然啦，因為從來都唔會喺呢個時候爸爸會出現。係咯，佢明明打咗鈴鐘噶啦嘛，上緊堂噶咯。咁於是佢就接個爸爸嘅呢張卡啦。呢張爸爸嘅卡片嚟嘅，仲有乜特別咧？咁打開嘅時候佢點咧？他其實不好識嘅，因為佢呢個歲數咧都未好識睇佢字。係啦，我都覺得應該。但其實佢唔好知你啲字寫咩嘅喎。但佢知道我口講同佢講係咩嚟嘅咩？哇，真係好掂啊！呢、這個我知道咧，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呢一代好多父母咧，或者我哋經歷嘅一啲即係長輩多啲嘅啦，其實佢哋都好叫做傳統啲嘅父系嘅角色咧，佢哋有陣時唔會咁容易可以話啊，爸爸我做錯，即我身為爸爸，但我做錯嘢，我都願意放低個身段去同個小朋友同對方去道歉啊，去修補翻個關係。咁而Billy 爸爸，你會做呢件事，我覺得為你個仔仔落，即係一個好言行身教嘅一個印記咯。我相信應該係嗱，佢記唔記得我就唔知道，但我一定我自己記得先，係啦。係同埋，我相信係係佢入，就算佢唔記得都好啦，佢都會入潛意識。那張卡有冇 keep 住咧？哦，係啊，應該佢自己 keep 住咗，因為我俾咗佢。啊，哇！呢、這個真係值得，第日咧要同阿仔講翻，同阿仔阿孫講翻喎呢件事，即係犀利。好，咁我聽得出咧，頭先你想講係一個承諾嘅價值觀啦。咁你會唔會？明言去特登，即系有一日同佢食紧饭嘅时候，讲起，譬如睇完套戏或者听完啲事，身边朋友嘅事，即系咁样，跟住然之后你做啊嗱仔嗱，我哋做人咧要有承诺，即系会真系特登去教佢会唔会咁样做嘅？会嘅，有时我哋透过啲电影啊或者啲节目咧，咁有时啲剧情里边可能会关于有啲啊喺呢方面嘅价值观嘅嘢。咁我哋都會去同佢分析啊，點樣睇呢件事情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咧，我自己幾得意嘅，每一個月左右啦，我要帶我仔咧同我媽媽咧就一齊睇戲嘅。咁左手拖住阿仔咧，右手拖住阿媽咧，好開心啊！咁咧，等佢知道啦，原來咧，爸爸媽媽咧。都是人哋嘅仔女嚟嘅，等佢将来咧都要照顾翻我哋。系，哎呀死啦！我都未至于同我妈去睇戏，我要努力啲先得。哇，呢、這个好正，我真系，哇，真系呢、這个太好啦！哇，咁样跟住咧就系我下一条问题咧就系嚟到呢个 love 系啦 ，easily 里边我哋有个 love 嘅 L 嗰度，咁咧。譬如媽媽就深信咧，每一个家长咧其实都系好深爱自己仔女嘅。咁如果话，父母是爱锡子女是无微不至的话呢你怎么看这句说话呢这句说话其实是我自己怎么看呢首先个关系先啦我们是小朋友的生命的源头啦。嗯。那第二小朋友是我们的骨肉来的。
咁喺咁情況底下裏邊咧，我哋係一起共同成長緊嘅一個過程。咁頭先個情況就話，會唔會無微不至咧？我無微不至當然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我係即時幫佢解決一啲佢即時需要。咁呢個咧就係作為父母嘅責任啊，或者各方面。但如果純粹為責任去做嗰啲事情咧，好多時就會怪責啊，做得唔好啊。但原來呢個咧係我哋唔係個個都照顧小朋友，原來呢個係父母嘅權利嚟喎。原來我有權可以照顧我自己嘅小朋友喎。原來呢個世界唔係所有人都有權可以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無微不至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可以身邊裏邊幫佢解決一啲佢喺佢狀況裏邊解決唔到嘅問題。如果仲係 B B 嘅時候，佢冇可能自己揾到奶粉嚟食噶嘛，咁一定係我哋去安排啦。佢凍嘅時候，我哋就安排啲被啊合適嘅衣著俾佢啊。咁呢方面咧，我哋就可以去同佢一齊去做咯。或者帮佢做，我听到嘅咧系即系有阵时咧，当我哋做家长有时做得辛苦嘅时候咧，就会心谂，就会调翻转谂，唉，都系嗰几年嘅啫，几年之后咧，佢就唔会再喺度烦住你噶啦。几年之后咧，佢青少年期咧，佢就同同学玩噶啦。到时你想同佢讹多两句都冇啊，咁系咪都有啲咁嘅即系呢个咁嘅意味喺度咧？其实。嗱，系咪呢个意味咧？我觉得可以，佢仲愿意喺你身边陪你嘅时间系，我谂系未升中学之前咧，其实系尽可能咧陪到佢多啲，陪佢多啲，因为佢大个有自己嘅朋友啦，有自己嘅想做嘅嘢啦，有自己可以喺交通上自己安排答得到啦。所以呢个前段嘅阶段咧，我哋都好珍惜相处嘅时间。系啦，咁呢个阶段我哋就会创造好多共同经历啦。例如佢啱啱升小学嘅时候，嗰时仲系疫情期间啦。咁学校里边有个项目咧，就系叫做小记者或者叫小主持人啦，就系去拍一啲短片喺学校同一啲同学仔 share 嘅。咁咧嗰时候咧，我就会同佢一齐去拍呢啲片。令到咧我成件事情系一齐去做。咁呢个体验咧系共同创造。系啊。哇，好正喎！如果你嗰时系几多岁啊？你话啱啱六岁啦，六岁啱啱升小学。呢个年纪咧，啱啱好咧就系你想拖住佢咧，佢又好想好愿意俾你拖住佢。我谂如果三四年班咧，都有啲都未必肯。如果而家佢有一个同样嘅 project， 你会即系佢又啊仔啊，不如我同你一齐做啦。咁佢制唔制咧？我嘅仔啊，系啊，佢肯嘅，因为而家佢都会拖住一齐出街嘅，佢都好乖嘅。咁啊，我觉得有咩 project 会一齐做咧？例如。读书期间里面有啲可能校际嘅比赛或者出面嘅公开赛咧，咁我哋会参赛嘅，咁有啲亲子嘅比赛嚟嘅，咁拍片啦，咁我同佢都会出镜嘅，系，咁赢咗比赛之后咧，咁我话仔啦，赢咗比赛我哋有一个奖券嘅，系，咁呢个奖券里面爸爸有冇份可以分到啲利润吓？系，话你都有出镜，咁我分翻一半俾你啦。哇，咁我话你都算我对我唔错，都有分成，系啦，有分成啊。咁第二样嘢，系啦，做生意嘅角度。咁第二样嘢，咁我话你想要奖券啦，定要现金？佢话要现金，系啦。咁我就谂啊，咁点解佢要现金嘅咧？原来佢想要储多啲钱买自己想买嘅嘢。啊，咁第二样嘢咧，因为啲。嗰啲书卷咧，佢知道爸爸妈妈一定要买翻书俾佢噶嘛，所以咧名义上话分咗俾我，但实质上咧好似感觉冇乜点分到俾我。我好醒喎，好醒喎，系咪真系咁样谂？我谂系咪真系佢特登咁谂咧？但系不过我觉得佢咧，当佢有一个目标啊，佢知道一样嘢，佢想要储钱去买或者想要去拥有嗰样嘢嘅时候咧，佢有呢个谂法都真系几唔错，几唔错。系啊，同埋有一个几得意嘅，有次妈妈就话，我想屋企里边咧有张按摩椅，做嘢辛苦啦，可能屋企按摩啦，咁咧阿仔仔话时候，我都想夹钱喎，嗰时七八岁嘅啫，吓 OK 喎，咁啊最后咧将嗰啲利是钱咧大概夹咗7000蚊，哇，去买 OK， 系啦，咁咧佢。我觉得系佢自己想去按摩，所以咧就想夹个钱就以为自己去按摩，但系小朋友其实唔适合咧喺按摩椅里边按摩。系啊 ，size 唔啱噶嘛。系 size 唔啱嘅。咁但系佢肯，即系佢其实咧，我觉得呢样系反映到佢第一件事，佢对金钱佢有一个比较即系清晰嘅概念啦。咁同埋咧，佢又知道我一齐有份享用咧，我都一齐有份去贡献咯。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喎呢样嘢。几好噶，所以佢成日都讲，我有份俾钱买嘅。咁好好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咧。
头先，我又想要问就系、是，头先你又讲到咧，就系一星期一至五咧，仔仔就喺阿婆婆嗰度住啦。咁嗰个礼拜六日咧，就同你一齐住，就会有一个共创嘅周末啦。咁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小朋友补习多唔多啊？礼拜六日系要学识得学嘢啊，定还是主要都系同爸爸妈妈周围去玩啊咁样？嗱，佢每日咧放完学之后咧，而家大概放三点啦，一至五嘅时候，咁啊补习老师咧都几好噶，个补习老师系几四五个小朋友一齐 share 翻去补习老师屋企嘅补习，补完习之后咧，就大概六点钟就送翻去一个指定嘅地方啦。咁我公公婆婆就接佢翻屋企，系啦。咁礼拜六日咧，佢星期五晚就会翻嚟瞓噶啦，五六日啦。咁咧，我哋会有星期六日咧，有咩安排咧？会安排打羽毛球啦、踢波啦，同埋练琴嘅。嗯，系啦。咁呢啲既定项目完晒之后咧，咁我哋就搵地方去玩噶啦。哦，咁啊系头先嘅打羽毛球、钢琴同埋踢波就系星期六嘅。星期六咧就系钢琴同埋打羽毛球，星期日嘅上昼就踢波。哦，咁啊就翻星期日嘅下昼咧就系机动啲嘅。系啦，咁啊星期五嘅下昼要喺老师度做晒功课，先至可以周末嘅活动开展啦。冇错啦。嗯，咁考试咧？考试期间咧，妈妈咧就会抽时间咧，放工嘅时候咧帮佢温书嘅。嗯。因为咧，有啲时候咧，可能嗰个时间就挂住玩啦，冇去温书嘅成绩系特别，即系差啲嘅。嗯。但系咧，佢想成绩好嘅时候咧，佢真系话：，爸爸，我今个礼拜唔同你玩啦，因为我唔同你玩啦，我要温书。哇，唔得啊，爸爸，我想同你玩啊，唔玩住啦，下个礼拜咧，等我评估完先玩。哦，哇，即系佢系当读书系自己嘅事。嗯，我觉得佢系 enjoy 到读书读得好成绩嘅时候嘅一啲奖励啦，一啲赞赏啦，系啦。咁但系呢个系一啲短暂嘅。我哋作为父母咧，我哋想建立一个长远佢自己追求知识、追求进步嘅呢个态度，绝对系，绝对系。即系个内在动力系由内在去发生、去发展出嚟，而唔需要靠爸爸妈妈去鞭策或者掉个红萝卜。虽然红萝卜都重要嘅，但系咧就系、是、一个系一个养成一个价值观或者养成一个追求卓越嘅习惯嘅一个手段啦，咁样样。哇，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唔怪之Billy 爸爸系可以小朋友。我觉得有啲家长呢唔係好似即係点讲呢，佢日日都会见到小朋友。係啦，可能一放学呢就已经见到小朋友啦。即係可能 full time mom 嗰啲啦。咁就可能係自己屋企做生意 work from home 嗰啲爸爸啦，都会係见得好多个小朋友㗎嘛。咁礼拜一至五又见到，礼拜六又见到。但係佢哋嘅亲子关系都未必係可以好似你咁得心应手。我觉得是个质量问题，不是个时间长度问题。很多人以为我摆了很多时间照顾小朋友，小朋友就关系好，他成绩好。其实很多时候误解就是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如果跟他一起的时候你在看手机看你的片，然后他又在看他的片做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以为同一个空间大家相处緊，但大家冇交流同埋冇共同去做一啲事情嘅。所以我諗最重要就係个質素囉。咁我觉得我又想问一下你觉得仔仔了唔了解你呢，即係经过咁多同爸爸创造出嚟嘅共创嘅一起经历嘅体验之后，佢了唔了解你呢？嗱，我觉得佢会心目中爸爸有个既定嘅形象啦，角色嘅。咁咧呢方面佢认知理解嘅。咁好似有一次喺个商会活动啦，咁几得意啊！大年初七咧，就系有20个小朋友一直出席一个商会活动，咁咧都系只一个商务嘅会议嚟嘅。O K， 系啦，即但系商务会有小朋友有啲得意喎，点解呢次会系咁样样嘅？因为咧知道初七咧小朋友未翻学啦，但系好多时候小朋友唔知道父母去做咗啲出去做啲咩工作噶嘛，咁咧就带啲小朋友咧系小学到18岁楼下，等佢体验下原来平时爸爸妈妈嘅工作或者识嘅人物。圈系啲咩嘅？咁嗰次我仔仔有出席嘅时候咧，咁有啲嘢咧，我系冇同佢讲嘅，但系佢啊就见到佢做，系啦。例如咧，佢会主动攞手机啦，帮爸爸影相啦，帮爸爸拍片啦。O K， 系啦。咁咧，佢知道我手机密码噶嘛，系啦嘅时候咧，佢因为知道爸爸喺台上可能要讲嘢啦，佢就会做呢个动作。嗯，同埋我都会教佢一啲喺商务礼仪嘅嘢。嗯，例如主讲者喺台上讲嘢咧，我哋坐嘅位置要转翻侧少少啦，面向个台前边啦。嗯，咁如果有啲重要嘅资讯，我哋用纸笔写低啦。嗯，问佢想你想今次呢个活动里边识边几个公公哥哥姐姐啊，或者 uncle auntie 啊，咁佢又剔咗几个，咁令佢咧就好享受到嗰次过程啦。咁当然最重要啦，嗰日收到接近100封利是咧，我谂呢个系佢最享受嘅嘢，系啦，更加多嘅。
咦，我谂参加嘅父母都要嗰日都要准备好，除咗准备好多卡片之外，准备好多利是喎。系啊，咁呢个系一个开心嘅时间嚟嘅，可以咁一个聚会里边认识晒啊，其实我哋平时相处嘅人物里边嘅小朋友，哦，原来个个咧小朋友咧其实都教得好好嘅，喺台上都可以独当一面啊，系啊，好好好，上台嘅时刻，哇，得意得意得意，啊，我谂咧嗰个机会应该唔系好多一般嘅小朋友会经历得到。嗯，因为我而家睇咧新世代嘅小朋友咧，而家最重要嘅两样，一个系思维，佢点样谂嘢嘅模式，嗯，第二佢表达能力，嗯，如果思维加表达能力都做得好咧，其实系未来呢个世代嘅领导人物啦，或者主人翁嚟嘅。咁读书咧？读书基本知识系一定会有啦，因为基础嘅知识有，嗯，但系读书里边咧有几样嘢嘅，读书系求知识，我认知呢样嘢。但系我觉得作为爸爸啦，嗯，妈妈就喺呢方面知识层面里边会指导多啲啊，帮助多啲嘅，嗯。我嘅角色咧就带佢体验世界，嗯，就带佢世界唔同嘅地方里边咧，就睇下哦，原来呢个世界啲人系做紧呢样嘢，嗰个世界做紧呢样嘢，而我哋又可以有啲嘢可以一齐参与一齐做咧。啊，好好啊，即系远同近咧都可以照顾到啊！今次哥哥系咁岌晒头啊，好有共鸣感啊！其实真系世界咁大，同埋世界转得咁快咧。如果我哋做家长仲系好似保住之前以前嘅做法，净系好兼顾到，冇错，即系日常生活系需要兼顾，但系我哋自己都要打开一个天地线啊，吓，知道是世界发生紧咩事。然之后咧，让我哋带领小朋友去认识呢个世界，而唔好喺局限喺现间我哋嘅呢度位置。我曾经有一个家长嘅客户咧，佢就有同我讲，佢话我梗系希望我个仔第日叻过我啦。咁我觉得哇系，即系呢个爸爸佢好有远见，佢知道将来嘅世界系将来系将来嘅新嘅一代，尤其是而家啲嘢转得咁快，基本上就系、是就好似你所讲啦，思维同埋表达，同埋或者会加多一样咧，就系嗰个学习嘅能力。嗯，系啦，呢啲我自己就会觉得系重要。当然啦，好多家长都会觉得读书重要，所以 Chloe 妈妈嘅屋企嘅小朋友都系读书都要需要嘅。咁但系咧，其他唔会因为读书咧而系牺牲咗其他方面嘅成长啦，同埋事业啦咁样样。好，咁啊，跟住咧，我又再问一下先咯。另一个喺 Easily 里边嘅 Y 咧，即系 U 啦，我和我自己啦。咁啊，就想喺呢方面咧就问一下 Billy 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咧，你喺你同太太咧，或者你自己咧，有冇套想法啊、思维咧，系帮助你去反思自己同小朋友嘅相处同带领嘅？嗯，我觉得呢样嘢，我同太太两个唔同环境成长家庭里边，嗯，就结咗一齐啦，结咗婚有小朋友啦，咁一定思维上有大家各有各唔同噶啦。嗯，但我哋两公婆咧，其实我哋都都是做义工形式的，所以变成我们的价值观是帮到人，我们就会觉得开心和有价值的，所以由小到大我们都培育仔仔去做义工，是自己有能力，无论财务的能力、技能、时间都尽量去帮多些人，这些就是我们一直贯彻始终教育我们小朋友里面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态度。同时之间很多人问我送些什么礼物给小朋友，小朋友会最开心呢？咁啊，个个有唔同答案啦。有啲可能话游戏机啊，有啲可能佢而家中意嘅嘢啊，或者你想佢读好啲书啊，送本书啊，电子书啊嗰方面嘅嘢。但我觉得送咩礼物系最长久，令到小朋友最开心咧？咁其实系夫妻好关系。嗯，如果两公婆嘅关系好，屋企和谐，系啦，少啲纷争，绝对系。小朋友咧喺一个和谐同埋开心环境长大里边咧成长咧，我相信对佢未来里边咧系更加好嘅。绝对系，绝对系，即系我非常十万个同意嘅啫。Billy， 你呢个讲法，即系一个屋企里边咧，即系个屋企啦，大家想象啦，一个屋啦，系咪？咁啊有个屋檐，即系屋顶啦，其实系靠两边一齐去造成呢个屋顶。咁所以即系夫妻之间嗰个关系咧，系真系就系有个两个屋顶咁样去保护住、支撑住屋顶咧，个屋咧小朋友先感觉到安全，同埋喺呢个爱里边咧系去成长啦。咁所以，但系咁我想问，既然你有啲共通点同太太系啊，都系中意帮人啦，做义工认识噶啦，咁有啲咩系唔同嘅？咁跟住又点处理咧？和而不同啦，咁啊中间大家攞个共识啦，可能佢有啲谂法，我有啲谂法，可唔可以将个谂法大家拉近咧？嗯，有时我就拉近佢多啲啦，有时佢拉近我多啲啦，系啦，咁啊所以大家有时各有各谂法系正常嘅。
系啦，但系最重要我哋嘅出发点系咩咧？如果嗰样嘢系以小朋友最大利益，嗯，最大嘅得着，我哋就用呢个位衡量嗰件事情系咪最好嘅？嗯，即系其实咧就系虽然有唔同嘅谂法、唔同嘅做法啦，或者唔同嘅考虑点啦，唔同嘅角度啦，咁但系最尾都系归咎翻最终想要一齐达成、想要一齐共创嘅一啲嘢，即系两夫妻之间对于个小朋友教养有啲咩一齐都想要达到、想要做到 ，which 最简单直接就系、是、大家都好爱小朋友啦，都想为佢最好而去努力啦。嗯，咁呢个就得噶咯。有冇试过啲系难嘅经历嚟嘅咧？喺呢方面，即系要同太太、同另一半有一致性嘅时候，喺教养上面。嗱，教养上面咧，因为我哋呢个世界主流嘅都系入名校啊，要好成绩啊各方面，咁啊主流我哋会佢觉得啊个小朋友好唔好啊，家长教得好唔好啊，就一个成绩会主导咗，因为呢个容易去衡量同埋容易有个比较啊嘛。咁啊，呢样重要，但如果系所有都系围绕呢样嘢咧，其实系欠缺咗小朋友一个成长里边嘅创意嘅发展嚟嘅。所以我觉得除咗话头先追求紧嘅嘢之外咧，更加深层次咧，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做父母嘅基本咧，其实最终系将小朋友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其实系咯，但系有时我哋就为咗嗰样嘢就忘记咗我哋嘅初心。系系啦。如果健康快乐成长就是我们最想追求的东西。是啊，我知道呢，很多时候年初一啊，或者是一月一号抢集出世的 BB 受访问呢，父母都是讲什么的呢？不就是讲啊，没有啊，我都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啦，这样。但是六年之后呢，如果再问回同一个父母呢，你看会不会他会讲什么呢？那就不知道啦。会不会我希望他来成绩好一点啦，这样。嗯，因为这个是我成日觉得一个教育的陷阱来的。教育陷阱，因为整个教育体系里面要比较有名次各方面的东西。嗯，但不是不好，但可以如果再好一点的话，我们作为父母呢，可以想啊，究竟我们是想是一个小朋友成长之后，我们是围绕他身边是什么人去相处呢？是啦，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呢？不是只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呢？他想的事情会不会是跟国际有关呢？所以当揀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就揀了小学，我们听校长的理念呢，他说啊，原来学校是讲这个叫做世卫里面呢有个17个解决人类问题的一些项目的，得挺好的。如果仔仔可以越早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他有什么能力或者有什么资源，或者跟一班人一起可以解决其中一个问题，17个人看到了。所以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持续的目标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还有是为这个世界呢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哇，好好喎、啊！我想问一下咧，最嗱，我时间又差唔多啦。最尾一个问题咧，就系想问一下咧，有冇试过同阿仔仔有啲冲突咧？然之后你又点解决咧？冲突会有嘅。咁我觉得点解决咧？咁啊，第一样嘢就讲个，举个例子先。嗱，举个例子啊，如果你话冲突，因为我同阿仔咧较为少冲突嘅，妈妈同佢冲突会比较多啲嘅，所以你叫我突然间举个例子咧，我要即系点解要谂咧？就因为谂到啊，究竟好少冲突，突然间有个冲突嘅例子咧，就较为少。但如果你真系要谂嘅，可能买做一啲事情啦，做同之前开始嘅时候弹琴一样，即系可能呢个时候应该要做呢样嘢，但系就佢冇做呢样嘢先就去玩，因为玩嘅吸引性太大啊，系啦嘅时候咧，我有时就会。如果你玩完是不是真的做，如果你玩完肯做的，那我们玩了先。可以有时会调回转，就有些小调头给他了，但有个指定时间的。十分钟十五分钟完的。就比他原先呢大家定的时间一定会缩短一点。因为我是满足他短期他想追求的东西，但他会回转头做他答应的东西。完成咗啦，再玩翻餘下嘅餘數嘅安排嘅時間。哦、，OK，OK。頭先我以為你會唔會同佢係嗱，如果你想而家食咗先咧，可以嘅。不過 instead of 兩粒咧，就而家只可以食一粒啦。咁跟住食完粒咧，就跟住做原本要做嘅嘢，只係將嗰個想要嗰個甜頭咧，褪前咗，但係會縮細咗。我原來冇縮細到嘅，同樣份量嘅，不過就斬開兩截腿。係啦，就延遲咗消費啦，即係延遲咗。原來咁樣。反而最多人問咧，其實你有幾多唔同嘅角色岗位啦，社会里边啦，家庭里边啦，个时间上你点样
分配呢？是啊，好多都会问啊，咁呢啲时间点用噶？系啦，我都好想知嗱。虽然我知一至五咧，你就会即系专注工作同埋你各种角色嘅事情啦。咁礼拜六嘅礼拜六日咧，就系可以系做好多父亲做嘅嘢啦。咁不过我等你讲，你点样将即系尤其是而家我哋所有人嘅工作都24/7噶啦，即系24小时7日噶啦，个 WhatsApp 咁样系嘛？咁你点样处理？点样分开你啲时间？同埋好想知道就系你点样将你呢个时间嘅方法咧，系教俾你嘅小朋友咧？分兩個層面啦，我自己點樣去分配時間呢？我有一個管理時間嘅方式嘅，因為我中好中意睇時間管理嘅，因為時間唔係好夠用啊嘛。咁其中一個方式好值得同各位觀眾分享嘅，嗰個叫168時間管理術。咁168係咩意思呢？就係7日裏面咧有24小時，7×24咧就啱啱168個鐘頭。咁我自己會點樣分配呢？咁首先咧，我會將健康同家庭嘅項目喺行事錄裏邊鎖定先嘅，所以禮拜六日咧，我就已經 lock 曬所有叫家庭活動，即係 block 咗個時間，排除咗其他項目啦。OK， 係啦，咁我哋做運動嘅咧，我哋要先鎖定咗先嘅，咁嗰啲時間我唔會再俾人去約，同埋我已經有安排噶啦。咁鎖定咗健康同埋家庭之後咧，後段咧先到事業。OK， 同埋咧這個學習同埋進修。OK， 係啦。OK， 咁可能同一般人唔同啊，因為好多人就先安排咗工作有餘嘅時間咧，先去家庭。係啊，係。咁我自己就調翻轉嘅。因為如果我自己都掌控唔到嘅時間，我嘅時間就會俾人掌控咗。係啦，人哋就會插咗一啲時間表裏邊落去我度啊，我得閒喎，你得唔得閒啊？咁咧，但係呢個唔係我想要過嘅生活方式嚟噶嘛。即係主動性啲嘅，我見到係唔會好被動咁去知道啲事情會點發生，而係你主動地會去安排策劃自己嘅嘢啦。係啦，咁啊，但係當然呢、這個有時就話啊，我嘅工作係冇一個可控嘅情況底下裏邊，咁我哋善用一啲叫空餘嘅時間，或者我哋可以控制到嘅時間。咁舉個例子啊，每日咁多挑戰、咁多唔同嘅事情發生，點樣保持一個正面積極嘅心態呢？我自己喺個時間表裏邊咧，會鎖咗一個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嘅時間係屬於自己嘅。OK， 咁呢個時間會做啲咩呢？咁有四個原則嘅，第一樣嘢做完嗰樣嘢我會開心，係又唔使使好多錢，係可以一個人做，係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裏邊，可能係飲杯咖啡啦，可能去圖書館或者喺書局裏邊睇本書啦，係可能靜靜地自己揾個地方坐同大自然去睇下個大自然都有啦，或者喺車裏邊休息下都有嘅，係係啦。咁但係最重要就係你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一個每日可以增加正能量嘅一個活動，每日都會做到都有呢個環節。每日都有嘅。哇！太好啦，我要向你學習啊。系啦，同埋咧就系好中意你嗰个系话将健康同家庭摆先，即系起码健康呢件事系即系最必须最必须。所以头先你问啊，点样教到呢样嘢俾小朋友咧？其实小朋友嘅时间好多时就好似我哋翻工咁，佢已经安排咗校时间，安排咗补习嘅时间。咁喺咩时候咧？有啲时间咧，我哋就安排一齐去做运动。因为健康重要嘛。咁除咗平时羽毛球训练班之后咧，我哋自己咧。可能都會 book 場打羽毛球啦，我哋去踩單車啦，我哋喺西九龍公園裏面去野餐啦。咁呢啲就係帶佢喺個環境裏面創造健康嘅環境，係啦。咁我太太就話：，唔係好中意佢對打遊戲機啦，但係適量少量係合理嘅，但又唔可以過分嘅。咁所以我哋咪創造一個健康嘅環境，令到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去享受健康嘅生活咯。咦？咁即是咧，其實咧，你嘅解答咗好多家長啊，點樣可以仔女唔好狂打機啊？而你咧就係。創呢台提咗好多次，創咗呢個字，即係創咗個環境，讓到小朋友咧係會可以自然地係喜歡做其他嘅事情，而令到佢嗰個碟裏邊咧就唔會只係得一獨孤一味打機上網，而係有其他好多嘢均衡咗喺裏邊咧，令到佢嘅生活裏邊咧係有得到唔同嘅發展。好多人際嘅發展啦，同人打波啦，同人傾偈啦，做義工啦，仲有咧就係知道認識呢個世界啦，跟爸爸一齊去睇商會啦，或者係去知道世界唔同嘅地方發生緊嘅事啊咁。哇！我呢個實在
是，我相信今集的嚟睇嘅家长咧，应该收到好多好多好好好嘅小点子。尤其是咧，如果你觉得唔得，我听漏咗嘅，你可以随时翻转头。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喺 YouTube 一路摆咗喺度，俾大家收睇噶啦。咁咧嗱，嚟到呢个节目尾声啦，首先就好多谢 Billy 今日嘅咁精彩嘅分享啦，讲咗好多生活嘅例子俾我哋知道啊，原来咧喺一个繁忙嘅双职家庭咧系可以咁样去运作嘅。咁咧而另一样嘢想要讲咧就系、是，冇错，我哋每一集嘅呢、这个嘅下集想听乜嘅投票嘅节目投票嘅系啦，咁咧就请阿金石哥哥攞个 slide 出嚟啦。咁咧下集可以拣嘅题目咧就系、是、重要嘅事情要点样教俾小朋友咧？咁系咪就咁讲啊？定还是系要带佢去睇啊？定还是用啲咩方式可以令佢最入心咧？咁另外咧就系、是、啊一个冇晒嘅动力嘅小朋友系点练成噶？咁原来咧 Chloe 妈妈咧喺工作里边咧都会遇到一啲即系。接觸一啲小朋友啦，咁啊都有見到啲真係好冇動力嘅小朋友，其實佢哋係點樣練成嘅咧？咁有啲咩嘢係可以做係扭轉嘅第一步咧？咁啊，仲有第三條咧，就係忙碌嘅媽媽係好啱聽嘅呢個 topic。佢話咧，原來扮靚 me time 咧係正向親職嘅一部分，即係你可以打正旗號去 me time 啦。咁咧就睇下大家想聽邊個題目咧，就可以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咧就留言。吓，话俾我哋知一啊、二啊、三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唔系特别想留言去投票，但系你想支持我哋嘅节目咧，咁啊，请你喺我哋嘅留言板度都留个言啦，可以 say 个 hi 或者写个 very good， 咁等我哋知道咧，系个节目系值得去同人分享，咁啊，等我哋嘅 YouTube 里边咧多啲浮到出嚟咧，俾多啲嘅家长去睇到我哋嘅节目嘅。咁啊，留言啦、like 同埋 share。咁啊，今日就节目到呢度啦。我哋好多谢阿 Billy 爸爸，繁忙嘅 Billy 爸爸上嚟帮手做呢个分享，多谢你。好 ，thank you， 多谢大家。下个礼拜五见，拜拜。拜拜。